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是2021年11月14日，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开始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读的圣经是诗篇第十六篇，一起来。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们神的慈爱不变直到万代，神的信实永远坚立天上。让我们一起来赞美父神，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
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请坐。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神必降临，如甘霖滋润田地，守节心清的人必亲眼得见他。我们一起唱这首《亲眼看见你》。
若不是主的爱救赎你我，我们仍然活在罪恶中。愿我们因着主的爱得到激励，改变自己的心，跟随耶稣。我们一起唱《感谢我的救主》。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成为贫穷使我们得以富足，你被人厌弃使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的身边有相爱的弟兄姐妹围绕，你经历患难留下我们胜过世界的平安，你遭受诅咒使我们得蒙祝福。主，愿你的爱激励我们，你的灵率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祝福的管道，你能力的器皿。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澎湃的，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诉说，让全世界知道你的作为，你的荣耀。我们一起唱，让全世界知道。Thank you.
属于你，但愿你的荣美，但愿你的恩典天散发自我们生命，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每件事情，但愿每感谢这个赞美队带领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的里面回到你的面前来，在这里一起的敬拜。求主给我们珍惜你在这个地上呼召我们成为你的身体，呼召我们成为一体，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尽管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的软弱，叫这个世界不能认识你，但是我们盼望说你能够叫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更新，有一天我们能够更在这个真理的道路上来奔跑的时候，能够更清楚的明显的来见证你。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外面有很多的问题，无论是天气的改变，无论是政治的动荡，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一方面关注这些的事情，我们也应该求主来帮助我们思考怎么样来回应。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有很多里面的问题，无论是教会里面的，还是我们家庭里的，还是我们内心的。主，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求主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常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欢乐，能够喜乐，能够放下我们
更容易地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个重担，来依靠你，得着你自己的恩典，得着你自己的能力。天父，我们为着我们自己身体上面、灵性上面、人际关系上面、生活里面的一切的这些的难处跟压力，今天都交在主的手里。求主在这个时刻叫我们的心能够平静下来，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为着我们教会这个的事工，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的所受的冲击，我们再次的仰望，求主叫我们不致流失，叫我们不至于改变，叫我们能够坚持的在困难的里面来与你来同行，来面对这一切的难处，复兴我们的教会，叫我们更加的能够在你的面前做你的见证，宣扬你自己的福音，叫更多的人来得救，来相信你，来知道你。天父啊，我们求主这样来恩待我们。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与我们同在，亲自这个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你自己向我们所讲的。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呢，叫神的两种恩典与启示啊。那么我想呢，这个在如果你比较留心这个过去一年的这种的社会上面的情况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基督徒啊，对这个疫情呢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看法。那我这些的照片呢，是从这个网上这个摘录下来的。第一个呢，说 I fear God, not COVID, 就是我惧怕的是神，我并不惧怕这个新冠病毒。下面那个讲说呢，以赛亚书53:5，我们因他的鞭伤啊得医治，意思说呢，我们因耶稣的鞭伤得医治，不是因为呢我们因着打这个疫苗来得医治。中间呢讲说 I trust God, not vaccine, 同样的想法，就是说呢，我相信神，我不相信呢这个疫苗。 My body is my temple, the Holy Spirit within me says no, 他说呢，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呢告诉我说呢，我不需要打这个疫苗。然后呢下面又讲说呢 Trust in God, not vaccine。 那这种的想法呢，在这个有些的不少的基督徒啊，可以说呢不少的基督徒呢，我想呢这个数据很难得到了，不过我想最少呢有这个1/3的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呢是这种想法的。那我们究竟应该是怎么来看呢？有些时候啊，最近呢有一个人在我们粤语团契的时候讲到，也是有同样的话。他引用的是这个保罗的这个经文啊。那这个话引用出来的时候，用到这个想法说呢，我们是相信神，不需要相信这个人的智慧的。那你说呢，这个确实是保罗好像也是这样讲嘛，这个就如经上所记，我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啊！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哲学家在哪里？神岂不是已经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了吗？那你这样一看的话呢，你就会对啊，这个应该刚才我们看这些人的这个标题，岂不是保罗也是同样这样讲吗？我想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又回到一个问题，说呢，我们是不是需要把事情想清楚的问题来了。好，
那么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一段的是一两段的经文呢，从这个创世纪的里面呢这个引出来的。那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啊，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为这事非常忧愁，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个孩子和他的使女忧愁，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和他的儿子，我也必使他成为一国。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了饼跟一袋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把他和孩子一起送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流浪。皮带的水用完了，夏甲就把孩子放在一棵小树下，自己走开，说我不忍心看见儿子死，他就放声大哭。上帝听见孩子的声音，上帝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上帝已经听见孩子的声音了，起来把孩子扶起来，用你的手握住他，因为我必使他成为大国。上帝开了夏甲的眼睛，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他就去把皮带装满了水给孩子喝。上帝与这孩子同在，他就渐渐长大，成为一个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为他娶了一个妻子。这段经文我想呢大家熟悉，尽管呢这个我想很少人用它来做一个讲道的这个经文了。那么这个以实玛利呢，是这个夏甲生在这个亚伯拉罕在夏甲与夏甲生的一个小孩。那么以撒断奶庆祝的这个筵席上面呢，以实玛利就嘲笑这个以撒，嘲笑呢一般是这个 mock 啦，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动词啊。那么当时呢这个以撒断奶大概是3岁吧，因为呢这个照我知道呢，当年的人断奶呢都是小孩断奶都是3岁到5岁的时候才断奶的。那以实玛利呢这个应该呢当时呢就是18岁了，应该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其实呢不能算是一个孩子，一个就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一个青少年了，已经是进大学的年龄啊。那以实玛利嘲笑这个以撒之后呢，撒拉呢就要求这个亚伯拉罕赶走这个夏甲跟这个以实玛利。那亚伯拉罕当然觉得很为难，他很为难的时候呢，神就叫这个亚伯拉罕照以撒的话去做。那这段经文本身呢就是需要讨论的事情，比如说呢这个亚伯拉罕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来赶走。如果今天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做，这些都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事情啊，不是呢你能够呢很快的一天呢这个读3章圣经呢你就能够这个想清楚的事情啊。那么我要讲的其实是这一点，虽然以实玛利在神的拣选跟恩应许以外，你说呢以实玛利不是上帝拣选的，这个是人的，你可以说呢是一个人的这个代替神的一个想要代替神的一个做法哈、啊。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其实不是神的意思，这个是圣经很清楚讲的，我们呢这里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事情。可是呢以实玛利虽然是在神的拣选跟这个恩典啊跟这个应许以外，都是在神对亚伯拉罕的恩典拣选跟应许以外的，
可是呢，神却给他恩典与启示啊，能够呢给他有聪明智慧，成为一个弓箭手，而且呢，在这个旷野来长大之后呢，这个成为一个大族啊，叫他呢成功，也叫他的后裔成为大族。好，那么圣经呢，这个以后呢，并没有很详细讨论这个以实玛利，可是呢，有两次记载。以实玛利的后裔在大卫的军队的里面，占很重要的角色的，这个我就不提了。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神呢是赐给这个以实玛利呢，不是他特殊的这个恩典啊，因为神的应许跟这个拣选跟恩典给以撒的拣选恩典跟。启示呢，是神的救恩的特殊的启示。可是呢，神也赐给以实玛利他一般的恩典与启示啊，这个就是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神有两种的恩典的，救赎的启示与恩典，跟呢普通这个世界上面的创造的这个启示与恩典，这两种的恩典呢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我们以后再来看哈，它两者之间的关系。好，那么所以呢，神赐给以实玛利的是这个他普通的恩典与启示，不是呢，因为他不在这个救恩的启示跟恩典的里面，他就没有得到神任何的恩典与启示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叫以扫，虽然呢，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啊。不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所以呢，这个以扫本来是长子，本来是以撒的长子，可是呢，他因为轻看他自己长子的名分啊，所以呢，他不再离开了神的救赎的历史。可是呢，神还是给他祝福的，给他呢神自己普通的恩典与启示。下面的一段，他以扫对父亲说：“我父啊。”你只有一个祝福吗？因为呢，这个以撒呢已经把他的祝福呢给了这个雅各哈，雅各呢跟这个利百加呢骗了这个以撒，叫他呢这个在他糊涂的时候啊，其实他当年呢好像他常觉得自己要死，其实他呢这个还最少活了60年了，这个事情之后，所以呢你就看得出这个以扫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呢？不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敬佩的人了。无论怎么样了，这个以扫就对他父亲以撒说呢：“我父啊，你只有一个祝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啊，大哭啊，放声大哭。他父亲以扫回答说：“看啊，好像他父亲呢被他这样的这个。”哀哭呢就心里难过了，就给他这个祝福。他说：“看啊，你所住的地方必缺乏，必远离啊这个肥沃的土地。”这个跟和合本的翻译有点不一样啊，和合本呢这个翻译呢是不是一般人所接受的。好，不是今天一般人所接受的。你所住的地方必缺乏肥沃的土地。必远离天上的甘露啊，因为呢他要住在这个旷野嘛。你也不要必须依靠这个刀剑度日，所以他生活不容易啊。其实就是在救恩的这个恩典的里面的人也不一定生活很容易，可是呢，一般的人的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啊，真是堕落的世界里面的生活，确实是很艰难的。所以呢，你也必依靠这个刀剑度日，又必服侍你的弟兄，这个是因为他放弃了他自己这个长子的名分嘛，但是呢，到你强盛的时候啊，必从你颈上向睁开他的窝。所以呢，这个是神接着以扫接着以撒对以扫的一个普通的祝福，这个是神的这个普通的恩典。所以呢，神对以实玛利跟以扫的恩典与启示啊，在创世纪的里面，在圣经第一本书的里面呢，就已经说得很清楚的，是因为神对世界跟其中所有的人呢，
动物呢，你家里的狗跟猫呢，都有神的普通的恩典与启示的。你家里的兔子，你家里的羊，都有神所给的普通的恩典与启示啊。那创造天地海，这个是保罗的话，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未尝不为自己留下证据来，就如常行善事，就是神呢对这些人、常施这个慈善的事情啊，从天降雨，举例，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使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个是保罗解释说呢，神有这个普通的恩典呢，给一切的这个不认得他的人，不敬拜他的人，藐视他的人，背叛他的人，都可以呢得到神这个普通的恩典，就好像神给这个以实玛利跟这个以扫的恩典一样。然后呢，这个马太福音耶稣的话，因为他就是神了，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同样的意思，同样的话语，就是呢，神给这个在他恩典救恩以外，救赎恩典以外的人呢，有他自己普通的恩典跟启示的，不是没有的。好，那么用到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问题来了，新冠疫情导致很多教会单方面强调神特殊的救赎跟恩典跟启示啊。那么比如呢，很多基督徒呢反对疫苗，认为疫苗是人的智慧发明出来的，基督徒应该依靠神，不应该依靠科学。这个我想呢，我不需要太详细来讨论了。我只是盼望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啊。你说呢，你要一定要同意我的讲法，我没有这个要求，我也没有这个，老实说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改变你的想法。我只是盼望你能够想一想说呢，可能有别的角度的可以看这个事情的，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啊，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这个话你换那个角度来想一想嘛。你说呢，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想法。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那我盼望呢，你换那个角度，可能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也明白知道神有两种的方法来启示他的真理的。所有真理都是神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没有能力来了解神的真理。在我们堕落的思想的里面，保罗说呢，我们的思想就昏暗了，我们昏暗的头脑没有办法来理解神的真理啊。所以呢，神需要启示我们人呢才能够明白的。它有两种的启示，这两种的启示呢并不互相矛盾的。我希望你换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不需要呢像我刚才给你看的这些这个照片呢讲到说呢，是我相信神不相信科学，我惧怕神我不惧怕疫苗这个病毒等等，这种的想法不需要对立的。神呢这个两种的启示不一定需要呢互相矛盾的。我希望你换那个角度来想这种的事情。我觉得今天教会呢，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他的见证，可能需要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好，那么一般的教会呢，好像忽略神的普通启示跟恩典啊。新冠疫情导致很多的教会单方面强调神的这种的这个普通的启示啊。所以呢，我相信呢，基督徒的生活啊，不应该有属世跟属灵的区分的。这个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讲，但是呢，这种说法呢，究竟是怎么样落实在生活的里面，他却并没有想清楚。一到碰到这种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又返回到呢，这个基督徒变成是事情有两方，生活有两方面的，一个叫属世的生活，一个叫属灵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有两种的，一种是属世的侍奉，一种是属灵的侍奉等等了哈。那么潜意识的作用呢，不一定是圣灵的带领。我意思说呢，神的普通的启示呢，
我们需要从神普通的启示来了解我们前医师的作用的。我得讲白一点，我的意思说呢，我们是需要从神普通启示的心理学来了解我们的前医师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特殊启示并没有讨论这个前医师，并没有很多讨论这个前医师的事情，变成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因为不注重神普通的启示跟呢这个看清这个心理学，所以呢不了解自己有前医师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呢你听到传道人说呢，这个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啊，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前医师的作用吗？他最少知道呢神是呼召他要做成为一个大国跟一个大族的、哦、他不是没有了解的。尽管他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可是他不是不知道他要去的原因的。这个是我们这种的混扰啊，所以很多人离开教会，他说是神带领我，圣灵带领我，究竟他心里面前医师的作用是什么，他没有反省的，没有考虑的，不是用这个今天我们了解的心理学来审查一下自己前医师是什么。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圣灵来带领，那这个是出问题的，这个可以出很大的问题啊。好，那所以神的两种的启示呢，第一个启示是神借着圣经特殊的一个启示啊，从这个意义的层面来启示重生得救生命更新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呢这个圣经的启示呢是一个特殊的启示，启示神的救恩，启示神的这个重生生命更新的这个真理。可是呢大自然的普通启示呢是从机制啊，从过程跟方法的层面呢来启示大自然中神创造的机制。我盼望呢大家换一个角度来这样看，那我们就不需要呢觉得呢两个一定都是矛盾的了。所以大自然普通的启示是从机制 mechanism 啊，机制啊 mechanism 方法 method 过程啊来 process 啊来启示神大自然中创造的机制的，一与机制不同层面，但并不矛盾，应该是这样嘛，是不是？你换一个角度来看，换一个角度来想哈。所以呢，科学不单单是人的智慧的。这个传道人在广东团契里面讲的，就说呢，这个科学是人智慧出来的，所以制造出这个核子弹这种来。其实呢，科学不单单是人的智慧的。科学其实是人探讨神创造大自然的机制和过程所得到的知识。你从我这个角度来想想，换一个角度来想想，就如神学是人研读圣经整理出来的学问。我盼望呢我们能够呢这个换一下我们的想法，换一下我们的脑筋啊，不是呢事情不应该想清楚的、哦、我认为呢事情是必须要想清楚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圣经有两种的启示，圣经说呢神有两种，圣经说神有两种的启示，一种呢是神特殊的启示，从意义的层面启示是更新跟这个重生，从大自然呢来启示呢这个机制神创造的一个这个方法。所以呢意义跟机制是不同的层面的启示，但是不一定是互相矛盾的启示啊。科学不一定是跟神敌对的，科学只是从了解神创造的机制的里面得到整理出来的学问、啊、好，那圣经的启示我想呢大家很清楚啊，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所以是从救赎的，主要是从救赎的角度呢来讨论这个，来讨论这个神的工作，来讨论神的救赎，叫我们生命得到这个更新跟意义之后呢怎么样来服侍神啊。这个是圣经的启示，它不是从机制这个层面来讲。我昨天在读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呢，读到呢这个耶稣的一个比喻啊，他说呢神的国就好像一个人
撒了种之后呢去睡觉，睡觉的时候呢，这些种子就长出来了。这个人不知道种子如何会长出各样的植物来，神的国也就是这样。所以呢，耶稣这个比喻呢，是从意义的层面来讲的。你说呢，这个今天我们对种子的生长，这个基因的种子，不同的种子长出不同的植物来，已经开始有一些了解，尽管我们的了解非常的初步啊。所以呢，耶稣不是从机制的层面来讨论说呢，这个人不知道这个种子怎么生出来，神的国也是这样。如果你是这样来想的话呢，你会觉得科学跟神的有很多的矛盾的哦。耶稣的启示讲的这个比喻，就告诉你说，他不是从机制的层面来讲的，他是说呢，神的救赎的这个计划，神国度的生长，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从神的这个大自然的启示的里面能够讲清楚的，所以需要有圣经特别的启示，是这个道理。好，大自然的启示，我用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19到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这个不是讲救恩哦，这个是讲呢神的永能和神性啊，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你说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怎么又有圣经的启示呢？圣经的启示是救赎的启示，那个是不能用智慧来理解，是保罗的意思。大自然的启示呢，是我们能够去理解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我们眼睛不能看得到神的永能和神性啊。但借着所造之物，就是说神所造之物呢，是可以晓得神的永能跟神性的，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是神普通的启示。诗篇的里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跟作为啊。这日到那日发出语言，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但是他下面立刻就讲，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那你说不是自相矛盾吗？他只是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呢，神这个启示啊，不是呢用语言跟这个话语来讲，不是好像呢这个圣经的启示呢是用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直接来讲出来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是从机制的层面来显出呢神创造的作为啊，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层面，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目的的启示。但是这两个启示不互相矛盾的，可是今天的教会就把它呢看成是矛盾的，是一个是可信的，一个是可弃的，一个是我们需要去尊重的，一个是我们需要去呢这个排斥的。今天居然在我们教会的里面还有人这样公开的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哦。不同的角度看一件事情并不矛盾哈，圣经与科学对同样的一件事情提出不同的答案，可是答案呢并不是矛盾的。我举个例子，为什么人会死了？这个是一个每天我们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啊，为什么人会死了？那圣经的答案跟科学的答案不一样的哦，不一样的不一定是矛盾的啊，这个是不同层面而已啊。你换那个角度来看嘛，你说我不接受没关系，你去想一想说能不能换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好，那么圣经答案是什么了？为什么人会死呢？因为人离开神与神的生命隔离，那这个我不需要讨论了。科学答案呢是说呢，细胞的里面呢有一种叫末端体的，末端体磨损消失的时候呢，细胞就死亡，细胞死亡呢人就死亡了。所以圣经的答案是从人与神的关系破裂的层面来解释人为什么会死，解答人为何会死，为何需要这个救恩呢？科学的答案呢是从可见的现象，从机制的层面呢，从过程的层面呢来解答生命活动如何来停止啊？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层面，但是呢不是矛盾的层面。不是说呢一个呢就是属人的智慧的，我们要弃绝，我们要排斥，我们只要单单的来高举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的想法的。我盼望你不同意没关系，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好，那我的意思是什么了？这个叫细胞，细胞呢这个外面一层呢叫细胞质，这个
细胞核呢，就是中间那个紫色那个，叫细胞核。那我想呢，这个你基本上读一些科学的，生物学都应该知道了。那我要讲的呢，就是说这个细胞呢，这个细胞核的里面呢是，埋着这个人的 99.99% 的这个基因啊。细胞质呢只有这个线粒体的里面有十几个基因而已。那这个染色体呢，这个染色体都在这个细胞核的里面，人有23对的染色体啊，染色体上面呢，染色体里面呢都是这个基因啊，我就不讨论了。那所以呢，我举个例子，这个这个一般的科学呢是从这个染色体的长短来排它的编号的，最长那个是一，最短那个呢是22，那23呢是这个性别的这个说 XY 那个我就不讨论了啊。那我举个例子，唐氏症，为什么有唐氏症呢？唐氏症呢最普遍，唐氏有好几个理由，其中的一个理最普遍的一个理由呢是有这个三个21的这个染色体啊 ，trisomy，trichromosome 三个染色体21，所以呢，在这个抽这个腹水这个胎水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呢这个看这个染色体呢，这个来断定这个是不是唐氏症，就是这个道理了。21呢有三个的，好。那么17的也有，11的也有，这个我就不详细讨论了。这个是基本的这个，细胞的结构哈。好，那这个细胞的结构呢？这个因为呢，我们身上每一个染色体呢都是一对的，一半是从这个父亲来，一半是从母亲来。那一般呢是交叉，这个有一个 X 形状的。所以呢，举例哈，这个21。是这个 X 的形状，22也是，1也是，2也是，所有都是的。那么这个染色体的末端呢，这个叫末端体啊，也叫端粒体，红色的那段呢就是显示这个叫端粒体，不是真的是红色的，只是用来呢显示这一段叫这个端粒体。这个端粒体呢是一个保险杠的作用啊，就好像你汽车的保险杠保护这个染色体。那么如果这个端粒体还是末端体磨损了之后呢，这个染色体就受伤，染色体受伤呢就会死亡，所以细胞会死亡。所以科学对这个细胞的死亡呢，现在呢已经有一个找到了一个机制的答案了，最近找到机制答案。2017年拿诺贝尔奖的人呢就是研究这个端粒体得诺贝尔奖的。几十年前我们跟国父读这个医学的时候呢，国父是我医学院的同班同学，大概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哈，我再讲一次，孙中山先生是我的同班同学。那么我们读这个医学的时候呢，还没有这种的了解的，这个是最近几年的一个了解。好，那这个端粒体末端体磨损的时候呢，这个染色体呢就死亡了，这个是科学对这个了解神创造的机制找到的这个答案。好，那我举个例子啊，这个端粒体呢是随着年龄而缩短的，为什么会缩短呢？因为它磨损了。所以呢，我的孙子哈 James， 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端粒体非常长啊，有8000个碱基对这么长。到了你们这个年龄呢，35岁已经呢这个缩短到3000了，为什么了？因为这个是磨损的过程，没有办法的哈，最少现在没有办法了。到你父母的年龄65岁了，就已经呢变成1500了。到我这个年龄呢，国父同学的年龄呢，就已经是85岁的年龄呢，就看不到的了。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人会死亡科学的理由。好，但你他说这个意外怎么样了？意外当然是直接造成这个染色体死亡嘛。这个染色体如果不是受其他的伤害呢，它自己也会死亡。理由就是因为这个保险杠一直缩短的时候呢，它就死亡了。那现在呢，很多的人呢在做这个如何延长这个
端粒体的这个做法嘛，我听说呢，这个 Google 的人啊，这种呢，这个自己呢，在这个吃一种药呢，吃几种的药呢，来延长这个端粒体啊，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讨论了。我只是想要讲说呢，科学给我们的答案，人为什么会死，是因为呢，端粒体磨损的时候呢，这个染色体就死亡，染色体死亡，这个细胞就死亡。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是多利羊，多利羊在96年的时候呢被克隆出来的，克隆出来呢就是另外一个科学的发现哦，这个其实呢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讨论啊，我等会给你看一下。那么这个大羊呢是多利啊，小羊呢是他生的小羊，这个多利羊呢生了三条小羊，结果呢大家科学家就很兴奋了，他说呢你看我们这个找到了这个机制了，能够呢克隆出一条羊来，它也能够正常的生育。没想到呢，这个多利羊呢六岁就死掉了。羊的寿命呢一般是14岁，12到14岁。可是这个多利羊呢六岁呢就无缘无故的就这样死掉了。那大家觉得很懊恼嘛？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科学出了什么问题？好，那理由是这个。其实这种呢都是非，我觉得呢科学是非常有趣的，你可能有些人觉得很够枯燥了。Anyway, 这个克隆是怎么克隆来的啊？你从这个白羊的这个乳腺啊，你搞清楚啊，它不是从白羊的卵巢啊，它是从白羊的乳腺取出一个细胞来，然后呢排掉这个细胞的细胞质，就是外面那一层，留下它的细胞核。把这个细胞核呢放在一条黑羊的细胞质的里面来，所以呢上面两条羊哈，这个白羊取出一个细胞，但是留下它的细胞体，然后呢黑羊也从乳腺取出一个细胞，除掉这个细胞核，留下它的细胞质，结果呢就把这个白羊的细胞核放到这个黑羊的细胞质的里面，造成一个合体的一个细胞，然后这个细胞呢用来分化，分化之后放到第三条黑羊的子宫的里面，结果呢就长出这个克隆出来的小羊。好，那为什么它会六岁死了？理由呢就是因为啊，在这个白羊的乳腺取出这个细胞来的时候呢，这个白羊已经是一个六岁的羊，所以呢，这个它乳腺取出来的细胞呢，已经是一个六岁的这个细胞核了。它的末端体是一个六岁的末端体，所以它只能够再活六岁，是这个道理。好，所以呢，这些是我觉得科学上面呢非常有趣的一些的讨论。我要这样讲的理由，就告诉你说呢。这两种的启示啊，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我们不需要呢，到我们教会来讲说呢，这个我们要轻视科学，要敌对科学，要重视神的救恩。我们不需要这样讲的。圣经的启示是帮助我们重生得救，叫我们灵命能够成长，如何过教会的生活，如何做福音宣教，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了。我希望你不要读错保罗的意思啊。大自然的启示是帮助我们求学、工作、研发、建设、贸易、管理，这个机构治理这个社会。你想一想啊，我下面再讲一讲。两个启示叫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同工，来服侍神与人了。所以呢，这两个启示都是需要的。这个两个启示都是需要的，基督徒呢，两个启示都需要研究研读的，除非是神呼召你去做传道人，不然的话呢，我想呢，毕业了之后就去做传道人，不然呢，我想我们应该呢，两个启示呢都是需要的，不然的话，我们生活非常的困难了，我想，非常的矛盾，尽管我们的潜意识把它呢这个都盖起来，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好像呢这个活得很快乐，其实我们呢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矛盾，也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呢真的是完全的来服侍神了。盼望基督徒存感谢的心来接受神两种的启示跟两种的恩典啊。
我再用一段的经文，这个是在以赛亚书28章里面讲的，你们要侧耳听我的声音，农夫怎么会不停地开垦耕地呢？他说你那个农夫不会呢一直开垦这个耕地的，他先把这个地犁平了，然后呢他就用神给他的智慧跟神他对神的大自然创造的机制的理解啊，来播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来种小麦，在指定的地方就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以前的耕种呢，不是现在的这种的耕种的，一块田呢，以前是不同的地方呢种不同的这个植物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地要尽其用嘛。我的同学啊讲说呢，这个人要尽其才，地要尽其用啊，这个物要尽其流啊。这个这些呢，就是我同学的话。这个原谅我在这里讲哈。所以呢，他说呢，这个地呢是要尽其用的，所以呢，你这个当年呢是可以这样用的。好，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了？因为他的神指教他，教导他正确的方法。打小茴香不用尖巴的等等的。下面呢他就讲这个收割的时候呢，这个农夫呢又从这个了解神大自然的这个创造的里面呢来这个做这个合适的这个回应啊。然后呢这个对耕种跟这个修成呢有一种的收成呢有一种的这个合适的作为啊。农夫用理性得到神的教导，了解神在大自然中的机制，然后按了解来耕种啊，这个是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的话语。所以了，今天呢两种的启示在永恒中要相遇的哦。今天我们照着神普通启示所做的事情的成就啊，要带进永恒的里面的。这个呢是我在英国的时候，这个 John Stott 啊，我一天跟他讨论这个事情啊，他说呢，你要读一读下面的一段经文，他给我看的这段经文啊，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带进那城来，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到那城来啊，带进那城来。这个启示录23章24、26节，意思说呢，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好的荣华文化的荣华跟尊贵啊，我们在世界上面今天所做文化里面的荣华跟尊贵，将来好的部分呢要带到永恒的城的里面去，新天新地的里面去的。所以呢我的意思说呢，这两个启示啊在永恒的里面要相遇的哦，不是呢今生所做的都是俗世的，都是虚空的，都是要被火消灭的。我记得我这个有一天有一个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这个这个有个人来问我，他说你最近怎么样，看你好像很累。我说呢，我那时候我在写这个，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在写这个这个争取这个研究金的 proposal， 去 NIH 争取研究金的 proposal 啊，一天呢这个一周呢真是做这个80-90个小时啊。他说呢，哎呀，你还是最好不要被事物来缠身啊，他觉得那些都是事物。所以呢，这是保罗的话，不要被事物缠身哈。我盼望大家知道呢，我们今天所做的不都是俗世虚空，都要被火来消灭的。很多人记得这个彼得后书里面讲的说，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将来都要被火消化。不是的，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华的文化产生出来的产品啊带到那城来，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带到那城来。我希望大家回去再想一想这段的经文。你说呢，我不同意，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为自己做的要被消灭，为神做的要带到永恒。两种启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相遇的。我们日常工作需要应用神普通启示的教导跟技巧，
了解应用这个技巧需要神特殊启示教导的心态。意思说呢，农夫去耕种，他是照神在大自然启示的里面给他的知识，然后呢去递进其用。然后呢这个收成的时候怎么做法，那个是照神的这个大自然的启示的。可是圣经的要求是农夫去耕种的时候啊，是要存那个敬畏神的心，谦卑的心来服侍神跟服侍人来耕种的。意思说呢，心态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的，方法是神大自然启示里面教导我们的方法。这两种的方法呢是都需要用的。我想要讲一个我自己的刚才我讲说呢，这个曾经有一段时期呢，我这个工作八九十小时啊，这个写这个 proposal。那我记得呢有一次这个 deadline 要来了，一年有三个 deadline 的这个 NIH 的 grant。那么 deadline 来之前呢，你就是要把你的 proposal 呢改。那这个当年的这个软件呢不是很进步的啦，这个是国父时代的事情嘛。这个软件呢不是很灵巧的。所以呢你改一个地方呢，哇，这个牵一发动全身了，你要整个 proposal 几乎都要改。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非常呢煎熬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有一天这个在办公室的里面呢，这个写 proposal 要改的时候，因为 deadline 要来了，我的秘书呢那个时候呢还有这个前请秘书的，那么这个秘书呢就打电话进来告诉我说呢，这个我有个病人在外面等我，希望呢我能够尽快的看他。我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跑到我的书桌，跑到我办公室的书桌，我写 proposal 另外有个桌子，因为呢这个一塌糊涂，不能用来看病的。所以呢我跑到我这个看病的这个书桌呢，这个找出他的病历来。第一件，为什么我找到病人来，我第一件事情就看看这个病人的保险是什么。这个是我这个立刻的反应，前医师告诉我什么当时没有想的，我就是去看这个病人的这个保险。圣灵呢就接着用我的良心来责备我，他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理由是什么了？理由是在我第一时间反应去看这个病人的这个保险是什么呢，我潜意识的里面呢已经是告诉我说呢，如果这个病人是third party 的，就是呢私人保险的，那就是这个病人看的收入呢，这个几百块钱呢是给我的，是给我自己的，有一部分很少的一个部分呢是还给这个医院。可是呢如果这个病人呢是政府保险的，那么这个钱呢都是给这个医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反正这个公众保险的钱收很少嘛，那就捐给这个医院了。好，我当时的潜意识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是我自己的病人，收入是归我的，那我需要呢这个好好的看他。尽管我现在很忙的时候呢，我需要呢这个花多一点时间来跟他讨论，而且呢立马要看他。如果这个病人是公家保险的，那我可以呢这个等一下啊，先把我这一段的事情写完，请他在外面坐半个小时，然后呢我就请他进来呢，用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呢把他打发走。这个是我当时潜意识的想法。圣灵告诉我说，你是我呼召来这个服侍这个人的，你怎么能够用两种的水平的这个服务来对待你的病人呢？我这个被神这个提醒了之后啊，我自己想清楚了，无论我这个
研究经拿到拿不到，无论我看的病人是我之前是归我的还是归医院的，我都是需要把我最好的来献给主来用。尽管我看病是用大自然神给我的技巧跟这个机制啊，我服侍的心是需要神特殊圣经启示的心态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呢，这两种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前医师不是圣灵，不一定是圣灵的引导。今天你听很多人的见证，其实呢都是他自己前医师的作用，不过他把说成是圣灵的引导而已。我觉得这个是教会里面需要呢这个重新来了解。不过今天呢我主要不是想要讲这一段啊。好，结论了。如何重生得救，只有从圣经特殊的启示里面能够找到答案的。普通的启示只是叫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啊。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刚才读的那一段啊，神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废掉智慧人的智慧啊。不是说呢你今天呢这个要这个放弃呢这个这个疫苗，要这个放弃这个农夫耕种的这个技巧，不是的。不是神要废掉那些，那个是神大自然创造里面的启示啊。救恩的启示不是从大自然启示里面得到的，只有从圣经的里面能够得到的。所以呢如何耕种，具体耕种的方法不是从圣经里面找的，是吗？你今天读经去耕种吗？当然不可能的啊。可是呢我们今天呢这个是想不想这种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呢只有呢读经是这个重要的。你搞不清楚呢，你不知道呢其实这个神在大自然启示同样的重要。所以具体耕种的方法不是从圣经里面找的。你今天用 Zoom 来敬拜啊，这种方法不是从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读圣经读出这个 Zoom 的方法来的，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啊。如何开汽车，不是你去读圣经你就读出如何开汽车的方法，我希望你不是这样了啊，不然的话呢这个最好你开汽车的时候你告诉我们，叫我们呢不要上街啊，不然的话呢这个会被你撞死啊。如何弹琴，是你读圣经读出来的吗？今天你在弹钢琴是因为你读圣经读得好你就会弹琴吗？怎么可能这样想法呢？如何做生意，具体操作的答案不是在圣经里面找的，这个是神在大自然的里面来告诉你的。如何防止这个 COVID-19 啊，了解身体免疫的功能，制造苗疫的方法，不是从圣经里面找的，不能从圣经里，也不能从圣经里面找的。基督徒必须按圣经的启示，以谦卑敬畏神的心态来具体了解跟应用神普通的启示。我盼望我们呢对这一个对这两种的启示呢有换一个角度的看法。感谢神他有两种的启示与恩典，因为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两种的启示跟恩典都需要。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徐长老啊，那盼望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两种启示跟恩典，我们都能够从神领受，也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家事报告哈。那首先还是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好，那如果您是在线上是第一次参加的话，就请记得跟我们新人执事彭若琪弟兄联络。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家事报告哈，那还是一样哈，这个如果您要在复活节的主日受洗的话哈，请跟我们联络一下啊。那再来就是一个 COCM 的奉献哈，那 COCM 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机构，就是吕子峰牧师担任总干事的那个
基督教华人华侨布道会，他们是在英国，那现在他们发起一个就是说要募款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是一个可以匹配的，就是说如果您奉献100块钱的话，那有人他们会就再奉献100块过去，就能够把你的那个奉献翻倍。那这样的一个翻倍的这个这个做法直到11月底，所以时间蛮紧迫，所以如果您对这个 COCM 的奉献有负担，愿意要奉献的话，就是说请把握这个机会，11月30号之前就把您的奉献，我们这个奉献的方式请看下面的这个奉献的方式，就用支票抬头写这个 COCM，备注栏就写这个，它这边有详细的，所以我们有发在我们教会那个布告栏，电报群的布告栏上面，也应该是有发在各个团契里头。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照着它这个这个方式来奉献。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那青少年部的圣诞协和事工，就是我们 也宣布了几个礼拜，那每一个协和它的运费是9块钱，所以请记得写这个支票 title 是写我们教会 memo 就写这个 Samaritan 这个 purse OCC， 那所有的协和就现在是放在我们教会，你一进来有 看得到。那11月15号到下个星期天会在教会的门口，就是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这项活动。好，下一个是这个 Friendship 这个 Basket， 那是我们教会的这个英文牧师 Pastor Eric 他主持的，那是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参加，就是为着阿富汗难民提供的。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参加的话，就是请到这个我们这个网页上面来看。那我们会在12月12号前把所有物资送到教会，然后12月12号那天的这个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就欢迎大家一起留步啊，一起来在教会把那些礼物包装好，然后我们会有专人送过去。好，那赞美队音乐培训11月赞美队会继续线上的音乐培训，看谱学歌并基础乐理的课程。那一天的领师是徐真弟兄啊，那分享是英爽姐妹啊，就是时间是11月21号，就是下个星期天的晚上8:45到9:45，因为有一些成人主日学是7:30到8:30嘛，那就是主日学完之后休息一下，就可以来参加这个赞美队的音乐培训，它是开放给所有人嘛，不只是赞美队的人，所以你要有兴趣来参加的话，都欢迎你来参加这个赞美队的音乐培训。好，那秋季成人主日学我们现在目前仍然在进行，那有一些班它改到晚上，有些班仍然留在上午的早上，就是11点半到12点半，所以如果您是上午班的话，就待会这个崇拜完休息一下就可以就可以来参加。那如果是晚上班的话，请记得说7:30到8:30继续去上课。好，那奉献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有奉献有需要知道更多的话，到我们教会的网页 donation 上面来看。那如果有需要跟这个财务执事联络的话，这边是他的电邮。好，对 OK， 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彰显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坐，请我们在原地默祷。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谢谢大家。Thank you.